是不是值得我们把公主托付给他，或者是是不是值得我们把整个的世界托付给他。就他们商量的结果就觉得说这一位王子非常的好嘛，好，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说王子非常的好哈，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年轻人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Papageno 他也遇到了 Papagena 哈。那么公主，可是没有人告诉公主说他们的决定啊。公主就一个人非常失魂落魄的，拿着她母亲给她的那个匕首哈，她就觉得说，啊，她大概永远没有办法成为我的新郎了哈。这个时候你会听到公主啊和三个童子，就是夜之后派来这个三个童子啊，他们之间的一个惆怅哈。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哈，这一段看完了之后，待会会给各位看一下同样的这一首曲子哈，它有用卡通版表现的曲子，好，来我们听听看好吗？兴趣的话，维也纳儿童合唱团要来新竹哦，好，可以。
以上网去找找看他们什么时候来，可以到现场去听一下童声的那个合唱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哈。好，然后紧接着呢，王子和公主两个就相逢了嘛。相逢了之后，他们就请示萨拉斯托说，我们是不是两个人可以一起来通过火和水的考验啊？之前我们看过卡通影片，他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考验火和水的，然后在舞台上又是变成怎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？好，我们先过来，先跳过来看看一下他们两个人怎么样通过考验，之后我们再把整个看完之后，我们再把那个卡通放给各位看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是怎么样带领叶之后和他的侍女进到宫殿里面。